Hello，今天晚上我们还在这里和你吧。那么今天，的天气怎么样呢？今天我们，就是阴天，但是没有下雨。然后，我会看见太阳。今天下午我们会看见太阳。所以。今天的天气不错啊。好，那么，今天下午啊，不是下午啊，晚上的消息是什么呢？今天的晚上的不是消息吧？消息就是，这个 game of 什么是 game of？这就是。一个比赛吧，然后很多人，许多人，在世界中的哦，世界上的许多人会参加，然后他们会上在这一些游戏吧，然后人人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给一起。哦，这个游戏很有趣，什么的。然后呢，我跟太太，上在了这个游戏，叫做 Time Off。但是，许多人不喜欢这个游戏吧，因为呢，这个游戏，看起来，你会知道。你应该用你的头脑吧，想一想，怎么会把这个相像，因为把这个相像，因为在这个游戏呢，电脑那个 AI。把这个相像，乱了，然后你应该把它修一下，但是看起来，哦，我觉得我需要啊，我需要很多时间吧，因为，不是那个，你看，然后你玩，然后。你不需要很多时间想一想，但是这个游戏你应该看起来你快点知道，你应该用你的头脑想一想，然后在第一呢位置吧，第一位置什么游戏会收到第一位置？就是这个你开始，然后你开始玩时，然后你应该，你不需要很多时间想，但是，因为你会发现，如果你不用你的头脑，你不会完全，你不会，你不会，去最后的地方吧，你不会去最后的地方，所以，你快点玩，然后，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还在，做我以前做的事。为什么我应该，再去这个地方吧？因为，你应该用你的头脑吧，你应该用你的头脑想一想，其实这些地方你觉得你已经去过，不过，这些地方，你有什么，你应该更看，
应该肯听，然后你会发现哦，这些地方有一点不同的，跟以前不同的，所以，虽然这些地方好像跟以前一样的，但是，通过以后你会知道有一点不同的，有一点什么东西，什么经历，就给你发现哦，我的感觉就是，就是这些地方，这些地方是重要的啊，重要的有地方你去过，然后你还在去过，你还在去过，你还在去过，然后你想一想，为什么我应该做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的事，但是真的就是，你做的事不是，你想的，全部同的，因为有一点改变，有一点东西，你会知道，你会更了解吧。好，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雷吧，我说雷，这个Kaminari 雷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问为什么好，因为我看起来我们没有下雨吧，现在没有下雨，我们没有受到下雨的，还没有受到下雨，我们没有看见下雨，所以我们会问为什么有这个雷吧。完了吗？好像完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好好练习吧。好，谢谢。